主料：黄瓜4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白糖、红椒、八角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小黄瓜洗刷干净，沥干水分，撒上足够的盐腌制一天一夜，至通风处风干黄瓜表面的水分。锅内倒入400克左右的酱油，加八角、红椒、白糖，料酒烧开，加入适量花生油，再次烧开，停火晾凉，倒入风干的腌黄瓜上，用保鲜膜封口置于阴凉处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黄瓜腌制过程中要翻动几次，二、酱后一天，随吃随取，注意封口。三、此种简单的方法适合萝卜、胡萝卜、青红椒等多种蔬菜的酱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